我代表随后部，正式的、郑重的交给实习生的指导。我相信，我们也相信，在你带领下，随后会密切配合，精心操作，圆满完成后续任务。 好的，这是中国空间站的舱门钥匙，在我眼里，它此时此刻就是一个接力棒。在轨飞行的这几天啊，我们从你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，特别是那种严谨、细致的工作作风，我们后续将持续向你们学习，真正的体现。 我们进空间站时候，你要在落眼，筑梦天宫，接续奋斗。好的，那就让我们一起要携手并肩，携手同心，携手同行，把咱们中国空间站运营管理好，应用发展好，为新时代中国航天事业再立新功。